主料：大白菜400克，辅料：干辣椒、色拉油、盐、醋、白糖、水淀粉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白菜叶切大片，菜梗切块，分开放。干辣椒切成小段，炒锅洗净。我特意用洗涤灵洗了又洗涤，嘿嘿。倒油，倒入干辣椒，小火慢炸，待辣椒炸出香味，微微变色时倒入白菜梗，翻炒约2分钟。加盐，加入2勺醋，略炒后倒入白菜叶及白糖，炒至菜叶断生，再用水淀粉勾芡就 OK 了。烹饪技巧挺简单的，没啥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